望大家可以眼前一亮啦，見到唔同嘅朱晨麗啦，因為呢一套嘅角色同以往嘅角色又唔同啦，咁呢一套真係好 man， 即係個男人咁樣，咁男人可以做到嘅 stunt 嘅嘢，女人即我都可以去做。係咪重演2020第一套即咁男仔頭？係，冇試過。冇試過，同埋咁多動作戲咯，真係親身上陣，飛車啊，爆炸啊，跳樓啊，乜嘢都係自己。你咪由呢套開始做打女啊？希望可以開拓打女啊，動作女性，希望可以開拓呢一條路啦。咁自己都幾中意嘅，雖然係辛苦，但係打完之後拍出嚟，睇翻 playback 咧，自己都覺得哇，自己好有勇氣啊！啲網友都係好期待你泳衣沙灘排球嗰一幕。其實咧，天奶又睇到啊！其實咧，有好多係性感嘅，即係唔係淨係我，即係除咗我之外啦，阿關啊，男仔啊，佢哋都會有啲全裸。嚇、啊！全裸？係啊！阿關啊！阿關全裸，劇透添，裸跑。係啊係啊，咁大家留意咯。咁樣有冇留意今屆港姐話都取消咗外景啊？啊，公司可能縮咗皮。係啊，個外景去咗西貢。當年去台灣，都近㗎。咁其實我哋嗰陣時嘅外景，即係好似軍訓咁樣，都好辛苦。咁我覺得呢個公司上面安排嘅，咁我哋都唔可以話去 challenge 啊，或者點樣樣咯。咁我覺得佢有佢嘅賽制新嘅一方面嘅嘢，咁我覺得大家都要嘗試一下新嘢咯。咁或者有其他嘅唔同嘅改變咧。咁我留意下志偉，可能今日做到試驗嘅。